看看，胖。马太太昨天没去哈、啊，她几天没来了，家里忙。你这里有人，我就告假两天。答应请客赖不掉，躲起来了。那前几天打电话，是谁说没空的？那天不算，金麦太太去了，不信你问她。马太太啊，专挑妓女那天请客吃饭，她故意的。碰。哎，你带的那个丝袜子还有吧？有，都送出去了。啊、哦，要不下回我就多带一些。要得。现在的上海啊，五穷六绝，肥皂、牙膏都有可以使。以后你勤来了，来了也有地方住。